好，灰灰的擂台赛来到了第二位攻擂者，看看叶枫能不能拿三分。刚才小亚太惨了，只拿了两分啊。相对来说，叶枫打的要比小亚好啊，比较会打这个乌智慧啊。霸王不到三啊，不到三，是吧？张恒段兄弟。增加挺多啊，哎呦，这把落点刚好被转球出来了，好空防反抓一个啊，嗯，不到三送我车，别上去了啊，别上，别上去了。二哥不是没资格参加，长期不打，对吧？人家就不再约他了，知道吗？地头保时捷新少是吧 ？OK 啊，写上去。我眼睛有点疼了。眼睛有点疼，我不敢太看弹幕，哎，打不过先撤啊！江湖又险恶，这把有了升龙，我去，还要刚碰我就刚，哎呦，这把不好，居然把气给用掉了，我去，这，呵呵，我去，又斩气了，又斩气了，顶门一针能顶过去吗？哎呀！我看灰灰是真服了，你说他进攻吧，他很进攻；你说他龟吧，他很龟。保时捷改这车吧。等一下空间。感谢兄弟们的追加啊，有点意思。嗯，被骗了，很明显啊，又骗你 AB。好，叶枫只剩下五个币了啊，五个币。嗯，改成车吧，字也不用那么多。直播气氛差一点，打法科学强劲。嗯，这个不让动是靠的实力啊，兄弟们。游戏不让动靠的是机器啊。好，葵花倒跌，继续葵花电招引跳啊，这个是一个 无缝的压制啊，你不能升龙的，只要他都是第一时间晕了，抓过来，葵花死了。灰灰的压制太合理了，没办法，人家就是格斗有天赋，真的。他的衔接啊，衔接的非常好。闪身先躲开啊，避一下锋芒，蹲姿倒地进板边没事哈、啊，不用怕折。下一个好乱动拳。哦呦，稳住，刚啊，能刚先刚一手啊。哎呦，没跳好，谢谢啊，谢谢风雨同路啊。灰灰跟这个何池不打了啊，灰灰擂台赛没有何池非常正常，你们都是新粉丝吧？
哎呀，舒服，玫瑰。防守压力相当大啊，玛丽的机动性被叶枫发挥得非常好。夹。起身，玛丽是压那个无责任玫瑰的啊。哎哎，哦哟，好危险。好，机会来了啊！吃我一子哦，还有一点点机会。哎呦，这一下就没有了。Round one, ready, go.改一下分数啊，叶枫能不能拿三分呢啊，今晚感觉想要拿三分的人都不太好拿呀。直播的啊，没有回放的这里啊。与其想回放，还不如去休息睡觉呢。我始终相信叶枫应该能拿三分呢、啊，不至于吧？再怎么说，叶枫是昂也是东北王啊，昂也是4S 之一啊，是不是？名头大得很呢、啊，怎么不能拿个三分？应该是有希望啊，只要打死他的霸神。后面两个角色不足为惧啊，不足为惧。抓一个神号不错啊，预判了这个能量闪。哎呀，你看，基本上不给你压制，碰就干，碰就干啊！干完之后就拼命疯狂斩气啊，真的是，直接空刷了。哎呦，王董牛逼啊！最佳剃头的是吧？我不是写了吗？还有谁啊？还有谁最佳剃头？感谢大家的最佳啊！抓一个啊！玫瑰还是夹夹的话不死啊！好，还是戳中了，机会这把就有了啊，这把就有了。潮汕人的，对的啊，有潮汕的老乡是吧？啊，欢迎大家啊，欢迎大家啊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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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这下没气了，找个机会把他钢筋板边。呀，一直在骗，就不碰你，又被反骗，还把气给攒起来了，有有。好，好，可以，气没了。哎呦，这打点真的是烦死了！这打点真的是烦死了，真的啊，打得太好了。潮汕人普通话怎么那么标准？说明咱们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啊，是吧？从小爱读普通话呀啊！3-0啊，兄弟们，很难受啊，这局面不太好啊，兄弟们。
好，打晕，来，勾过来带走，六连。盛烟不见人，有机会的啊，有机会盛烟不见人了，吃的话已经吃过了啊。好，套一个，砸一个，贴的太好了，不敢刚。哦呦，刚才战役如果刚的话，有可能刚不到啊。刚的时机不错，抓了嘛。好，大猪压力好大呀。哦呀，这都能抓吗？防御抓，直接刚死，可以啊。这一波防守做的相当到位，相当给力。真的很到位啊，不愧是第一人啊，防守真的很好。哦哟，舒服，打康，刚掉，对，刚，对，给吴志刚刚他，可以搏一波相杀。好，不挣了，不挣了，这波秒了哈，不用说，不容易啊，终于开荤了啊，开荤了，拿一分。好，百合泽晕了哈，不用打五连啊，四，哎，还要秀一波，可以啊。这一波不但要秀你这个远距离的啊，重拳前轻拳，还要发波，不是这规划。其实刚才四连就打死了，啊，就打晕了。哎呦呦呦呦！哎，哦呦哦呦，木鸭过分了，峰哥你过分了。好，重拳必杀。哎呦，还不加必杀。我去，想打逆向，不要玩脱了呀，峰哥，峰哥，逆向漂亮，这下踢中了啊，牛逼！这八神有点东西。很顶级啊，这一场看得很的爽，很爽。抓了还不必杀吗？还想打，还想打一个逆向啊。耶、yeah, 落地拉小风拉快了。好，升龙再打我弟。气势打出来了哈，感觉叶枫现在会很故意的啊，就是要拖慢节奏。我去、啊，哎呀，死在骨兽上面。叶枫就是气势刚才出来了哈，很明显会就要等一等，不让你的节奏啊继续保持，打断你的节奏。哎，这能 AB 吗？这能 AB 吗？真的是完了。这一把如果说反上的话，要上素材了啊。好，真的有机会啊。哎呀，防住！
好，哎，怎么还在里面出来呀、啊？真的是啊，怎么还在里面呢？嗯，他这波应该闪身没有拉前啊，或者没有回中，闪完之后还在板边，有点被动了这个。A B 闪的时候应该闪出来就安全了啊，没闪出来那就没办法，那就拜拜了。也算是不容易啊！哎呦，感谢啊，感谢莫总的追加哈，还有张恒段，还有新少的这个追加，抓了，开个 book 防御，想要过去跑抓，但是这个防御没中啊，所以说他的跑抓也没出来，抓一个。好像晕值还在，我去，葵花之后又想要萧峰这把，叶峰抢招了，哎呦，舒服，重拳必杀了，牛皮！我舒服，这玫瑰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慢慢来，漂亮，这把骗的优秀，下A还可以骗钢基地，哎呀，骨头断了，骨头断了，直捣黄龙啊，长驱直入啊，逆向漂亮，夹。没了。哦呦，还是打不进去，还是打不进去。一封还剩两个币啊，我是写错了。这把灰灰再赢的话就是赛点了啊，岳峰又拿三分到很难啊。哎呀，什么东西晕了呀，这五连不失误就晕了呀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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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两套死啊。这个升龙是故意是想预判吧，应该不是赌的，应该不是串招的。好，偷下盘，这升龙应该是不串招的啊，他是想赌的。打得这么随意，骗到了，好，落地抢抓，抢的不错，点位卡的很好，好晕了，哎呦哎呦，这手速不错，升龙了升龙了，哎呀没死啊，哈哈哈哈。三分看来不远了啊，机会来了，是真的不想，这灰灰的打法是真的很刚啊，就是不想让你压制啊，碰就刚，碰就刚，无字刚啊，不是跟你开玩笑。好，来，哎呀，这把没有预判对手的能量闪身逃出来了。好，有了，哎呦，好招，直接跳，
这波躲闪躲得相当好啊，基本上马力都得压不住啊，好几个回合啊，三次机会都没有压在板边，哎，反而被打破防，打完之后继续拉开距离哈、啊，大开大合的打法直接打晕，漂亮，只剩一个币，这把完全没被近身哈、啊，灰灰的打的是太那个啥了。他不想让你压，你都压不住。拿三分这么难吗？啊！葵花也抢不过吴志辉。哎呦哎呦，动拳必杀，哎呦呦！哎呀，这个时候还挺礼貌啊，来了不 hello， 真的大不了三了啊，搞不了了，这把反三反个屁呀、啊！好，挑衅抓一个呆，让一个，兄弟们啊！和池跟这个灰灰是不可能见面的哈，有灰灰就没有和池，有和池就没有灰灰啊。这种擂台赛战斗赛啊，知道吧？除非是比赛不得已见到了啊。哎哎，没了没了，很精彩啊，相当给力，高端局。